所以张志成老师，那他现在呢，是在那个树德科技大学呢，的那个古迹维护嘛，吼、哦，跟室内设计两个系哦，担任那个讲师。那我相信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哦，对他应该蛮熟悉的，因为他曾经哦，在我们台南县哦，县政府的文化局哦，任职。那我们台南县呢，有很多很多的古迹哦的那个修复呢，是出自他的那个。监工嘛，在他的监督之下完成的啦。那么几个古迹的维修都做得非常好，我想几个像庆安宫，哦，还有像紫禁城殿，啊，那个建筑工匠啊，建筑工匠也是这几个古迹较好的都是出自他的手。啊，如果不是很好，也是你们也可以知道，但是也要吐槽一下他们哦。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要跟各位讲，他在修复古迹啊，对古建筑的这个资历是很深的，而且他只要跟他这个年纪呢，是让他那个硕士论文呢，就是以我们台南地区的信仰跟庙宇文化呢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他对我们整个台南县的庙宇文化呢，还有庙宇的建筑呢，是相当有进行过深入的了解的。那我们现在呢，我现在就把那个麦克风交给他，那呢由他来跟我们呢谈一谈呢，我们这边的庙宇的建筑的一个特色。还有这个来这边的各位都是这个，你看我知道古迹现在都是研究很熟悉的啊，我们都是很看过这些的。那我们一方面也是觉得说，我们台南县这个导览队啊，是这个人才济济的啊，他看见好多位都是，那也是熟悉啊，这个知道大家的导览的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今天这个小弟我这个这个蔡老师在跟我聊的时候，我感觉只是去王宫这个地方的去上课，所以我准备的东西也比较稍微那个没有到那个比较深入的状况，我会比较偏向于是一个大家都能够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在观察庙的，都能够了解一个长芒县的这样的东西而已。所以大家就已经可能东西大家都已经多少涉及到一些了哈，那也就听我这个老麦克再把它麦克风去。那如果当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观点啊，或是一些看法，跟各位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各位所在的资料会有不一样啊。那我想这个如果觉得你们这个有些要有的地方，那可以直接讨论，或是说你们可以透过这个科技大学啊，再找到我们在这些相关的问题来讨论哈。那毕竟我现在也是还在做学问，还在做研究啊。那我的学问，我现在做学问的研究里面，在博士的研究里面呢，大概两个大主题啊。第一个就是古迹的修复啊。那第二个主题大概就是以庙宇的相关一些关于建筑上的很多东西的。那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建筑上啊，或是说庙宇上所有的这个东西呢，如果如果说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是非常高兴，很乐意的跟大家再做一个更深入的研究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第二个目的是，比如说放大看啊，我感觉如果说只是放大看，其实也可以讲很细的啊。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其实希望带给大家这样的情况。然后接下来才进入到里面许多人口细致的构建啊。那这个要了解台湾的庙宇的话啊，要了解台湾的庙宇建筑啊，就是够了啊。那你这方面的这个功夫，一百多分钟啊，根本讲不完啊。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大概讲庙宇大概讲30到40课，就是说一次上课是2个小时，我要讲到8个小时。才能够把所有的庙宇大概大致的介绍一次啊。但是今天我们大概就是因为它是庙宇建筑跟文物的放大，所以我大概是把一些先把庙何来有啦，还有一些关于信仰关系先大概带来讲一些，之后呢再来谈一些建筑，然后谈一些文物的东西啊。那这个是不是能够也带到我们庙里面啊？那我想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王公庙的部分，它基本上它这个庙在目前整个台湾的庙形态之中，它是属于比较中小型的啊，所以在看待它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像我们会从这个我们其他庙里的这个整个脉络的观点来看啊，其实会比较不一样啊。
们一般去看台湾的庙宇哈，就是说，台湾庙宇的种类哈，那我们大概就先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安什么庙，对不对？啊，那当然就是庙宇，像包括包括佛寺啊，包括一个所谓的什么讲堂啊，或者说包括所谓的那什么宝堂啊、圣堂啊，那到底是不是庙宇啊？那我想这个庙祭是一个祭祀省的一个总称啊，只是对台湾的各式各样的省或是信仰这样的东西啊。那所以说，你说如果对一个比较这个对信仰这样了解，你跟他说，这个佛寺，他也会说是庙啊。你如果说他看到的这个是王爷的庙，他会说是庙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一般人的一看吧。不过我是觉得说，就我们导览队内的来说的，我们对有心度来说，庙宇和未来怎么做导览的来说的话，应该是说，我们现在了解它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在总类的上，我们其实可以先从本来想办法，来想想看啊。那他这个部分，我刚刚提到这个，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好像有人在谈这个民间信仰的东西，所以我这边也不用讲太多哈。大概就是说，台湾的这整个信仰里面呢，大概都是怎么样？我们整个这个民间社会里面基本上有几个大型的信仰哈。那我可能是台湾的比较像是这个过去哈移民所带来的这些宗教信仰啊，这个移民过来的啊。那至于说，对我这一个大概什么？我把民间信仰摆在第一个啊，因为这是最多的。接下来的是佛教、道教、观道或是什么，还有很多这种各式各样的教派啊，蛮多的啊。那接下来就是说，这边我们其实以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王公庙啊，大概就是属于哪一种庙？好。民间信仰，宗教，对，应该是民间信仰，民间信仰是道教啊。民间信仰跟道教、跟佛教、跟官道最大的差别，有差别啊，都是一样啊，有差别。民间信仰它是一种信仰，它不是一种宗教。你宗教教，他们教宗教，你宗教派宗教。就这个未来同学就是想要出来介绍一些宗教信仰，跟宗教它背后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啊。一般说是什么宗教的时候，它有一些条件嘛，对吧？要什么立教的仪式啊、奏起啊，或是看不是实际啊，然后要去看什么一些圣经啊，或是佛经啊，道教有一些道场怎么样啊？啊，你讲，你如果说宗教很差异的话，如果说民间信仰的话，会怎么样？民间信仰这种东西比较奇怪，就是它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理念啊。如果这个理念里面它里面有神，然后这个神有道教的神，有佛教的神，甚至有儒家的神都跑进来了啊。所以我想，只是一个信仰，这样的东西是比较粗略的哈，比较简单的。而这种信仰的话，通常不会没有什么入教仪式，也不会请你去读什么圣经啊，都没有这种东西。你是生出来妈妈拜就跟着拜啊，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信仰的东西的。所以我想，在传这个信仰的时候，同学大家要很有区域啊。我想这个过来今天另外的王老师也好，他们在跟同学来谈这个民间信仰，跟神的来谈啊。那至于说，道教、佛教、观道等等啊，就是道教、佛教跟台湾的这个信仰，就是民间信仰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是融合在一起的。那这里说，同学要只会说啊，我们走一走会看到教堂啊，或是这个，那这个东西就比较怎么样？偏向是外面传信仰的宗教啊，国外或是不同民族啊传信仰的宗教。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被光复的话，啊，不要说光复啊，在这个就是很敏感啊。所以台湾要是没有后来这个日本战败的话，搞不好我们旁边信仰的人，搞不好还有神道的啊，信那个日本神道的。日本人古时候在台湾信神道的非常多，但是光复后所有人那个神社都开光光了，没有人敢信啊。而且日本人又全部撤回去了，所以就没有这样子。所以台湾其实在文化上，在整个司马文化整体上啊，其实没有信仰的时候，这个因为不同的种族的统治啊，荷兰人来可能会有基督教，荷兰人是这个基督教哈。那接下来呢，这个西班牙人可能在北部有一些天主教的传教，对不对？好像不一样了哈。那接下来在汉人还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构成的主要分子，所以我们来自汉人的移民，我们都带过来的信仰啊，这移民可能移民两百多年啊，甚至到这个战后之后呢，这个农民政府带来的这个各族群的人在一起过往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不过后来在信仰的这些新的移民，基本上跟过去的这些我们过去的这些闽南啊，这个广东这些，基本上很接近。所以讲这个大家都后来这个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个他们有时候也会拜啊，
讲这个部分，当然他们有些部分也会去信这个基督教跟天主教，不过我想他们这个部分，我想就先这样子到个段落哈。所以讲到看庙宇这个部分，我们都提到一些相关的庙哈，那这个进庙、大庙、小佛庙或是公庙哈。然后接下来再谈一个信仰权跟知识权的问题哈。那我想如果同学这边啊，这边学院里面那种，你未来要做导览人员，想对庙宇方面做更深做更深入的导览的时候，那我学这个东西，你就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很多的答案，如果你们都这个问这些专门名词，你都要记住哈。那你们可以找在上网也好，或者在书里面找到相关的资料哈。那我比较第一个比较进庙是怎么理解城市里面的连接哈，就说当台湾过去移民过来之后呢，其实这是跟移民背景有关系的哈。人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其实怎么样，是一个洪荒之地嘛哈。那大家其实是很不得已离开离乡背景来，新的土地上来开发，在这边呢很不安全，怎么样？来到这边呢，就有些住民在砍头啊，或者猎人口啊，对不对？来这边呢，就会有这个野兽啊，哈，甚至有这个海盗啊，啊，大哥不同族群还会打来打去的，对不对？漳州人和泉州人还打来打去的哈，所以。过去呢，当然除了这方面需要很多的防御措施之外，在心灵层面其实也怕很多东西。当时在有些东西已经过，比如说他会怕什么？最怕什么？怕鬼啊！过去啊，只要不知道的东西都叫鬼啊，很多的疾病啊、瘟疫啊，或者什么、啊，大家都死光光了，这个挺贵的啊，大家都怕鬼。那怕鬼呢，就应该信仰的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当然就是说。除了这个心灵层面需要一个庙，需要互相这个神来保佑我们之外，就是能够安居乐业之外，基本上你靠这个神都组织起来一个什么这样子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来怎样协助我们一群团体来对抗另外一群团体。好，我想这个就是在组织中都有这样的状况。好，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心灵附近地区比较没有这么明显的进庙了哈，我们这边在过去比较像是小庙，好，都是这个大庙啊、公庙这样的东西。那信庙当然就看到了，后面只要到台南，我发现就清洁性、六合性什么东西，所以它就是用许多的这个一个地区哈，然后把许多的庙呢集合在一起，把它们有六家都在六合庙，六合性嘛，对不对？有西北、斜斜过去的啊，现在可能很多会很多了哈，是西北连岛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可能西北连岛，西北，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样。那接下来在村庄里面呢，就是会一个大型的村庄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大型的大庙。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嘉里新就是你这个镇庆宫嘛，对不对？有两镇，镇庆宫嘛。好，那如果说以我们这个彰化来说，那就是彰化新庄为主的哈，这样一个大庙在中间哈。那它跟它会有一些这个分香啊，或者叫分金嘛哈，啊分香啊哈，或是这个。人呢，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开垦，他就分过去啊。西港就是所谓的西港西南宫，他就会再去分乡啊。然后这分乡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分乡的小红庙啊，也算小红庙。这个小红庙呢，都跟大庙之间呢，有一些像我刚刚说的，利用分乡，利用这个进乡啊，这样子的，把它的面性呢更加强调起来啊。所以呢，这样的东西要去注意到啊。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在乡下哈，一个大庙，它信仰在大庙，它才可以变成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关系，这个就叫做知识圈哈，就是形成的知识圈。同学会注意到，如果你们去观察台南县有五个大型的台南县市啊，严格说起来有五个大型的信乡镇，怎么样？这个你有看一些台南县的艺文书籍啊，或者说我们台南县的民俗信仰，就会发现了第一个是什么？在彰阿姑嘛哈，在彰阿姑来西港，居民来西港住了之后呢，还会再分享出去啊，分享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来西港住的时候也在海边嘛，对不对？那后来呢，台埔新生地就怎样开发出来了，从西港再移出去了，所以西港这个地方的分乡都到七股啊，都到这个哪里？都到这个安南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那是突然间浮出来的土地，所以呢，他虽然保持自己到西港，但是怎么样都保持距离，就到外面的。形成地区的啊，都形成一个大型的信仰圈。接下来麻豆乡，从麻豆跟附近的周围，对不对？以麻豆代天谷为主的。那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我刚刚提到的学甲乡嘛，哈，学甲跟学甲附近乡区啊，是大里的啊。那另外就是这个还有哪里？蛟龙的嘉里的新塘店嘛，哈，就形成一个蛟龙啊。还有哪里？还有他们市的一个什么？宝山啊，宝山，宝山，OK， 这个你们在。
已经有一个了解哈、哦，所以台湾的庙宇这个我想对我花点时间了，当然快一点嘛，等一下就进入后面了。这个第一个大概就是说，你们观察庙宇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庙到底是什么时候盖的啊，或、哦、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就会我会把它分成几个时期啊，这个是有跟聚落之间啊、哦、会有关系哦。草创的时候呢，可能会找一个保护神，但是保护神可能是当地。所以我们这边都是漳州来的，漳州当地的人来，所以我们这个王公庙这边要找的就是，我看王公庙这边都是漳州人嘛哈，就找到了很多什么往台上镇，等一下会讲啊。那当慢慢的聚落构成起来了啊，就开始在地方的盖一些镇下的庙啊、土地庙啊、武林庙啊这样，就盖分散出去了。那接下来呢，到聚落发展的时候呢，很多的专业人就跑过来，商业的啊，管这个文史的啊。这个文章啊，啊，这个慢慢的就出现了啊。所以呢，这个大家有些同学去了解，其实庙跟背后的信仰，跟这个庙跟附近的村落，跟这个聚落的发展，其实都有关系啊。所以你在介绍庙的时候，我当导览人员，我说不要一直讲庙，好像是局限在庙上嘛，并不对。这个庙其实是跟怎么样，跟社区、跟聚落的发展是很大的关系的。啊，我想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这个在这边王公庙在这边开这个王公庙这个跟社区有相当大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影响说的这个发生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啊，啊等等啊。那我想这个民间信仰具有它的发展史，这个其实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有关于台湾的许多的信仰的研究哈。那、啊、明天我不晓得会不会讲，不过我大概带一下哈。啊最早来的当然就是分类信仰啊，就是所谓的分类信仰，就是说你是这么族群，你来到这边，那你就怎么样？过去是从原乡带过来的啊，就分类信仰。你看，当然就是刚提到的太上圣王啊，然后三山国王庙、广大帝在泉州同安的啊，泉州安息的是清水祖师啊，广德尊王是泉州，这泉州来的省蛮多的，泉州的省呢，大部分怎么样？泉州人一般是占据了台湾什么地方？海港比较多啊，泉州人本来就比较占。像你航行，对来的人也多啊。那漳州人来的人比较少，但是他一开始可能带你到滨海的地方，可是后来被泉州人怎么样赶到比较内陆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盐水跟西宁，盐水跟的最多，一定跟的最多，就是优化地方。而到西宁，它的内陆来的人很多，就是漳州来的。我想觉得，那如果再内陆一点呢，就客家了，对吧？还有很奇怪，就是找来的人不一定能够。走的是那块土地啊，可能都是我们的族群一直进来，因为大家去不同的省，大家来自不同的族群啊，保持都是相当的难度，所以在分类信仰之余，就有所谓的分类的械斗啊，分类信仰还有分类械斗，分类械斗跟分类信仰绝对有关系啊，就是说打的酒吧好像这个产品在产品在打架了，大家都会怎么样，回到自己的庙里面去大家看哦，我这个开广德尊王啊。我的这个太上圣王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保佑我们。如果保护人不能打，那就没办法就画出来了，不要打了哈、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信仰聚落跟他们之间，这个聚落之间、村落之间，它是发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啊。那这个许多的省，那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大家族群的省啊，那后来可能变成家族的省。那我也看过有家族的省变成聚落的省的啊，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同学去了解一下，像那个。这个可能家里这个北平学生公啊，他可能是姓蔡，他是一个姓蔡的一个王爷，而蔡的他们家父亲都是姓蔡的，不过去他们是从哪家带人的，然后来发现他这个整个祖孙啊，或者这个聚落里面干嘛离业呢，他就拉到这是一个小婆庙的人啊，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啊，所以大家知道的，可能一开始是当作人的祖孙，那首先有些会变成一个这个个人啊，个别姓氏的成分啊，像在这个台南市的这个西罗殿啊，西罗殿它是拜可能是广德尊嘛，可是它里面也拜郭圣王啊，郭圣王就是郭家的啊，不要容易跑出来，我想这个大概也提供给同学去参考啊。那这样子的分类信仰呢，大概就是打来打去的，大概看不过去的啊，所以在这个民间信仰研究里面，有人把它叫做。有一种东西叫做信仰诱导啊，这样东西会跑出来，那就开始有一些比较统合性的等跑出来。你说妈祖是哪？是泉州人还是漳州人？反正大家都可以拜嘛，对不对？王爷是哪个地方的神？好像大家都可以拜，所以有些比较统合性的等就跑出来了。那这种统合性的等，一般面是官府呢，官府慢慢的怎么样？清朝官府它就在慢慢的去诱导它，
啊，你们都信这个好了，而且他又找的方式有几种嘛，一个就是我帮你自己来拜嘛，啊，比如说台南市有时候光庙，不是光庙，一年五庙拜什么？拜关公。那春秋二季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官府带头出来拜，那官府都出来拜了，那民众呢就不分全州上座，大家一起拜嘛，所以他就统合起来了。那妈祖更是严重啊，四点妈祖庙呢，就摆在四点，应该说到四点前后钟，四点在大前后钟来叫做四点前后钟，他们到四点他们都是全区的都是官方带头去拜。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会诱导，诱导的原因就是说，官方在拜了，而且他把他的神格怎么样，慢慢的提高，啊，所以如果这个现象其实可以看几个东西啊，那像妈祖就好，妈祖在我上次有说过嘛，妈祖在明朝大师叫做天妃而已啊，啊，妈祖你如果看一些史书，你要看到天后那个都已经清朝了，你看天妃那个叫。这个庙那时候应该是妈祖，应该是明代的那个妈祖，叫天妃庙啊。那我讲这个妈祖为什么会神格会越高？皇帝给他封到，封天妃，封到天后，再把他封到什么？就上圣母，封越封越大，他那个封号怎么样？从四德之变成八德之变成五德之变怎么样？变成三德之变怎么样？我那个封号就下，我念不出来了，我念不出来了，反正我已经查得到了。那这个用意就是说啊，你们不要再斗了啦，你们都信同样的神，那就不会来搞。那官府自己也轻松啊，你们不打架了，他就轻松嘛。你打来打去，三年一小乱，几年一大乱，你们就会乱起来了嘛。那官府也很大嘛，但是就把你们引导到同一个信仰区这样子啊。那所以这样子的现象，同学慢慢注意到，台湾现在几个大型河流流域的省了，是吧？都是妈祖来的，对吧？啊，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云顶怎么样？云林这个六舅舅的这个什么镇长徐飞飞长啊，他就是当然就是这个很大的省啊，对不对？啊，像我们淡化的这个妈祖，那基本上也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妈祖信仰。你淡化最早之前还是拜妈祖，好不好？拜什么他嘛，对不对？然后到了哪几年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帮他诱导成怎么样妈祖了？所以这个事情的研究，为什么淡化这么一开始这个信仰中？过去的研究里面，或许是有文昌啊，什么文昌区，他后来，但现在也在，就是妈祖会把它取代当主神啊。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东西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大甲是流域的大甲妈祖，彰化有什么南寮宫妈祖，我想这几个大型的流域就冒出一些比较大的神，都是妈祖信仰为主的神啊。那当然到了这个光复之后啊，就是到了这个西元代，大家很有钱的，所谓的经济起飞了啊。大家对于信仰的方面也有点改变哈，所以慢慢的就怎么样，所谓的慢慢有规模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化啊，变得更大了哈。而且这个在里面拜拜的，这些年拜的神越来越多，对不对？哦，这个甚至也有一些啊庙，因为神庙越来越多，所以放不下，所以怎样越盖越高，那就越盖越大，怎么样？那这样的庙就跑出来了，那甚至增加一些观光设施啊。我们现在台南县庙有观光设施的。怎么样？还要斗盖天府，对不对？哦，那甚至那其他的圣人庙，还有什么乐园，对不对？跟上方各自都有什么跑出来的？我想这个跟讲这个跟庙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哈，比如说，你说看一个妈祖庙啊，哎，为什么它的规模会这么大？你会知道哦，原来它是在清朝中叶之后啊，就是清朝这个道光年之后啊，它开始统合起来了，所以它变得比较大型的庙。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像有什么像开张证嘛，都是从针对性来的，它是更早之前的，那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区域的一个小型的信仰，所以庙就规模就怎样不会那么大。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信仰的原因去看这个庙，哎，它的规模大小其实是有影响的哈、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这个专门我们来看一些庙的格局。啊，接下来说一种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喜欢听正题的，但是我刚刚前面是更多的了解，就是说我可能都是我写到一些大庙，如果你觉得想要更加的了解庙宇背后，庙宇背后有聚落要看，对不对？有它的本是什么本要看，接下来就拉比较的它的这个在整个系统发展的阶段当中，它是怎么样的，它会影响到它的庙宇，接下来我们就会更多一点，它绝对会有影响的啊。那我们先看到这个过去哈，我们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其实是现在写来看的哈，是现在的庙到底是照片来看，都有点
么挑战的，或是我想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很多的一种在一个庙啊，它开始叫法啊，我现在提到了，然后一边是东厂，对不对？啊，这个东厂啊，当然是它过去是用西城的庙厂，比如说北京的啊，这些厂，它其实是四代先进嘛啊，神农厂就是拜那个神这个神农的，好像这个是。那接下来呢，祭人鬼的大概就是那样啊，所以这个哎，当然我们知道庙啊，就是它是也是锁定在这个阶层。当然这个部分的这个人，人是什么人？像关公之人啊，就是人慢慢变成神的啊，那鬼啊，这个当然说是作为成人，表面都是个圣贤啊，我们是用庙来称呼的啊。那人呢，一般是有时候变成这个比较像是这个什么，单所谓的单姓，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同性质的啦哈，有些词呢，甚至是带比较小的种啊，要这样的东西啊，这个状况也没在这边，有很多的词，它可能是带子宫比较长啊，就是比较小的种啊，这大的就是叫庙了哈。那佛教呢用字嘛，道教用观哈，这个大家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拜的是什么帝王啊，或是什么王爷哈、啊，那有些庙会叫什么殿啊，就是叫什么样的？这几个会都是有基本相关的，但是他提到的像天后宫，宫呢就是怎么样，就是给这个天，这个妈祖的哈，跟天后的哈，叫什么宫啊，来祭啊。那接下来还有些就用堂啊，有一些用什么呢？不同，有些是跟这个有些跟佛教的，有些是跟这个道教的，跟关联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这么点的啊，这个当然就是已经有这样的状况啊，他可能过去在。中国大陆那边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山脑去挖的这些哈，这样的东西它也可以变成。那安当然有时候应该是佛教的，可是它主要变成这个哈，跟女性的女性啊，还有这种关系的啊，什么月啊，什么宫啊，这些当然都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哈。那我们想到这样的东西，我怎么会跳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呢？啊，这个。重要提的应该是下一页哈，我先跳过去好了哈。这个一般布局里面哈，大概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它的格局里面，一般的布局里面，我们大家看看，如果说一般民间信仰的庙宇，大概就是可以分怎么样？这个前那种门哈，那后面就是一个堂，好，那这个堂就是一个正殿，对不对？然后左边是护龙哈，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东西过去听起来比较像是领导，对不对？那哪里走啊？说的嘛，家那样哈，它中间是塔，这边是门，左护龙，右护龙，所以早早前庙大概就是以这样为主哈。那当然后来就慢慢跑出一个，前面有一个怎么样庙的，它是有怎样，然后冒出一个所谓的三官殿，然后接下来进来才是一个天井啊，或是现在很空虚空的天井，天井进来就是怎么样一个拜殿，拜殿进来这时候直接接什么，拜殿的时候直接就接。正殿啊，然后还有个后殿啊，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格局啊，就是一进两进的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进两进这样的差别啊。那接下来佛教有部分有什么？进入佛有个三门啊，说进来是天王殿，四大天王嘛，对不对？三小女是四大天王，接下来才是进入正殿啊。这就有关于这个大雄宝殿啊，接下来的后大师殿和后殿啊，这个东西可以从我们的大天师啊，大天师去看最了解啊。那另外这个儒教的部分呢，当然是孔庙了哈，当然提到了什么万象宫墙啊，啊，这是一个宫墙，而且它也是一个祠堂，然后接下来迎新门啊等等啊，那我想这个大家就是同学可以稍微这样子来看啊。那所以台湾的早期的庙呢，我刚跟大家讲就是，你这边讲什么呢？就是早期的庙可能盖得像怎么样，像个民宅一样，前面有个门啊，那两边有一个怎么样？这个两边的左右有护龙，护龙中间有个过水门啊，所以就形成一个很大台阶的庙。同学上面那个庙是什么庙？现在没有记得了。那底下这个庙，应该同学都看得出来，它就是什么？这个比较大，都是淡化百宫啊，影响静安宫。那我也把它摆在一起，因为上面那个也是影响静安宫啊。静安宫在月影已经过去月影下就是这样啊。你想建构以前是上面那个样子啊，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一个照片呢？我上次很多同学听我讲过一些这个他资料的方式，你就去查日本人啊，在1933年做一些1933年去日本的老师啊，去拍很多的照片啊，那个那时候刚好留下了，
去应该七八十年前的这个庙宇旧造成啊，大家所以团队之间我们就注意到第一个啊，它的入口改掉了啊，入口的这种方式三窗殿是改成怎么样重檐的啊，两重屋顶的重檐啊，重檐屋顶的庙宇来的啊。嗯，对，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的话，就是玻璃可能下面的啊，就是这个月球起来的东西，怎么样？啊，下面这个东西都不是很陡的哈，都几乎没看到两层楼，也没看到什么重檐都没有，最多是觉得太单调。那我们在这一层陡的庙呢，它的这个所谓的垂脊呀、柱脊呀，他们做很多的装饰，让这个庙看起来比较华丽，比较这个信仰上比较有感觉，比较有这个大家对它的信仰的。铜器这样子啊，对它的装饰啊等等啊。那后来到了光复之后呢，做的庙都长高了啊，刚刚提到是高层化怎么样啊，提到了这个规模化啊，开始长高了啊，就原来一层就变成两层怎么样啊，这个一层就拆掉了啊，这个过水门呢就拆掉了，就变成两层门啊。那护龙也拆掉了，变成双层的这个半空大地方是什么啊，就这样保存下来了啊。另外有些庙比较夸张啊，刚提到的圣母庙啊，他之前的规划，这个是什么规划？这是北京紫禁城的规划，古门怎么样？哦，还有这个比较护城河啊，然后里面那个啊，基本上它也是分三大殿的啊，这个啊，那 后面还当然这个上面拜的神呢，这上面都除了妈祖啊，妈祖在这一殿嘛，对不啊？那前面这一殿入口也拜什么？王爷、五虎军队，对不对？后面都是拜佛教的啊。用上帝的佛教就什么结合在这一边了啊，对，在这个庙如果来拜拜的话，基本上你什么都拜得到啊，从妈祖、王爷、用上帝啊，甚至在这里什么都拜得到啊，所以它这个是现在民国70年之后改变的啊，所以拜的时候大家比较有钱啊，然后大家就这样子捐献比较多啊，所以他们比较有财力来规划，而且那个土地又很大啊，你看这旁边，好像将来整个规划好像弄些什么。物资乐园啊，就是乐园跟庙宇之间的隔阂，我让他们去做了啊。我想这个当时的规划图，我们去看一下。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切按照这个规划来做啊。你看过去的庙怎么样？过去是一个拜殿、拜寝啊，然后一个圣殿，两殿的没了啊。那现在呢，我刚刚提到了前殿、中殿、后殿都跑出来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在旁边跟他一直有打对台做竞争的若人庙宫啊。那过去也是一样啊。两殿的啊，这个旁边的一个，连旁边都会有一个护龙这样的东西装啊。那现在呢，都拆掉了啊，换成这种哦月高啊，然后做了一个这个屋檐啊，这个就是把传统的这种三层的屋脊呢，一直架高，然后越多的屋檐出来啊。那这个东西它不是架高，它不是做重檐，它是把它学什么？它直接把皇帝的住的房子给它来用的啊，这就是北方，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会谈哦。这个庙屋顶来去观察，它是不是直直的？没有，它这个是完全纯粹是以北方宫殿式样的方式来盖的，就是把皇宫拿来当做庙来盖啊。那这个当然也是本来是民宅当做庙，现在比较有钱了，把皇宫来当做庙，所以庙宇不是过去一百年前都这样子。我们现在看这个庙宇，哎，这个绝对不是一百年前这样子，但是50年前的不一样啊。台湾的庙就是过去的话，大概50年、60年。大概都要大修一次啊，但二三十年要小修一次啊，所以过去的庙其实是不断的在被修复的过程，不断的被增加、拆除、改建的过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这边讲过了哈，大家是针对民间信仰的庙宇啊，佛教的庙跟儒家的庙宇啊，这样的状况啊。那我们有一些这个东海大学局的老师的这个学术做什么研究，他在把庙拆了啊，那过去的老这样。比较这个属于这个100多年前的庙，那它现在有那个中庭三窗殿怎么样？那后面会一些保安组织的元素啊，正殿啊，然后这种像这样子的一个拜殿，都夹在放在这个正殿的前面的拜殿啊，像两边的这个扩水廊啊，像这种四垂体啊，都把它排一排。所以这个让我们了解说，一个传统庙宇，注意我认为只是传统庙宇啊，我对于圣母庙那个我叫传统庙宇，我把它叫做现代庙宇啊。圣母庙这个把它叫到现代庙宇啊，那这个才是传统庙宇啊，这个应该也算是现代庙宇，基本上有长高的，我都把它叫到现代庙宇啊，因为它基本上是光复后做大改建的啊。那么你会注意到啊，这些庙呢，能够列古迹啊，现在都还不行，因为它都盖好二三十年而已。
能够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之后他们被拆掉，搞不好有可能啊。但是就是说，因为他如果过去保留这样子的东西，或许还有可能被列入古迹啊。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今天的大理，我们的这个大宗庙怎么样？它反而跟这个几乎是啊非常的相似，它就被列入古迹了啊。这个当然就是说，也当时也知道说，哎，庙里有些东西，庙改建的，那变成文化保留的这样子。他改建的，他是因为信仰，因为这个拜拜的需要啊，他就会改变他的形貌啊。就是像这两个庙，在除了这个拜拜信仰的需要之外，他们还在跟正统，谁是正统？所以他就说我是正统，正统帮，正统帮怎么样？他是正统，我们如果没有，大家来讲正统，那谁正统？我们就是没有人知道啊。那这个大家各说各话去的啊。那我想这个波段，我们也知道，其实庙跟寺啊，这边其实有很多的关联性，就是在中国的一个佛教的一个佛寺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变化啊，它有殿啊，它比较有什么殿堂殿，它有塔，对不对？它有塔，它有门，它有洞啊，等等，甚至道林寺嘛，对不对？入口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单门入口啊。这种过去其实在中国大陆许多的佛寺防御性也是很强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就是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自己台湾有没有最早的一个寺庙？在这个啊，这个宁波寺门宫的这个太太啊，就是正经的妈妈，住在这边在哪里？是我们台湾寺的还有一个佛寺啊。那这个佛寺里面呢，它大概有什么特色？像它就没有像刚刚前面这种类似跟道林寺啊，跟其他的这种洞窟的这个不一样啊。它基本上比较接近民间信仰啊，就是跟吃菜斋教有一点关系啊。所以讲这个太原寺在这边，但是它因为它过去的这个因为它是圣宫。关系人的身份啊，所以他你看他开的门就很多了啊，就我们刚才的庙，就看他这个开间啊，江西省开间的庙里啊，那其实严格说起来，它是西开间，包括这个包括这两间，西开间的庙在清代其实是很少见的。所以我们刚刚那个信阳宫，你们想是信阳宫刚刚算是五开间啊，信阳宫是五开间啊，啊这个应该算到西开间啊，真正叫五开间啊，对，然后旁边这两个西开间啊，它面宽都非常的大。当然，里面这个大概就是它过去我们讲叫三官殿，它里面就是四大天王在这边。过去在中国大陆叫天王殿，它这边就变成自己的三官殿来包含它了。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孔庙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大家其实你在外面供享啊、办祠啊、接下来啊，中间还围出了一个大神殿啊，像这样的状况。啊，那这个当然同学现在可以在这个去这个台南市的孔庙，它既有历史古迹保存下来，基本上它维持的格局。这个样子啊，虽然修大修小修还是修了，是呢，它至少维持那个形貌跟格局啊，所以它被列为一级古迹，把它保存下来啊。那庙宇一般在这个格局方位上其实也很重要啊，庙到底要做什么方向啊？那这个，那我这边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应该是向地格局很重要啊，比如说有些庙都说它是在什么穴里面怎么样，有些庙都说它在这个。鲤鱼穴里面啊，鲤鱼穴是什么？大家来，你感觉啊，都是说是鲤鱼穴嘛，对不对？啊，那蜘蛛穴好像是哪里？就是那个庙的那个啊。那我不要乱讲，没有一句话就不要乱讲。就是说，你们听到很多庙，它是先向地啊，有些庙是在什么穴里面啊？就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它的坐向要长什么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选基址之后呢，除了孔庙这种东西位格比较高，所以都会选择正位。什么叫正位？就是说它是坐北朝南。可是，一般比较小的神就会让啊，比如说偏尊嘛，有时候他会转一下啊，比如我这个是刚刚说王爷，或者他在没有在当时空气啊，很厚那么大，他就小一点，他说我做稍微怎么样，稍微说比较做西北啊，西北嘛，我怎么样都要有一点转一下啊。那基本上这个是过去向庙的一个庙宇向地的一个原则。那个可是我过去访问过很多的这个庙宇啊，我访问过庙宇的盖的像素。我都说你们这个庙的格子怎么出来的？同学，有啊，就是说，当你冲出去啊，要塌下去，那个是东北角啊，那边冲到那边再塌下去，那个西北角，然后就画成一条图，这样出来了，就是靠机筒啊，机打啊，然后就出去，这样的方式是最多的啊，再用当机来向地来做格子啊，这样是最多的，就动不动还要问神的啊，就是我要在哪里盖庙，还要问神。虽然是原则，可是附近每个人都照着原则的啊。啊，所以刚前面提到了，我们看到规模的时候，有三门、三门、五门、七门啊，到七门就是非常大的啊。皇帝也过几门，
开了练习馆，没有，开了练习馆啊。那过去从一点开始，我开了练习修道十五门，然后也知道啊，跟他规模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在这个用木道系统的方式开街开门来算它的规模啊。那台湾要是开到七门的时候，已经是最高等级，台湾好像还没有九门的啊，那都是最多是七门为主的啊。那我都有些看庙的时候，我比较不了解，就是说啊，它是一间单殿的啊，它是两，它是两个前殿后殿的，我是说它是。这个半殿跟正殿啊，这是两殿之间的啊。那有些部分呢，还会到三殿、四殿啊。我们前面看到它的规模，就随着它怎么样，样子扩张啊，越来越大啊。那我想这个单殿，这个福田书里面有，就不用再多讲了、啊。它就是一间啊，一间庙啊，跟它的单殿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可能是怎么样？单殿的时候带个护龙啊，这个单殿跟带左右带一下，带个护龙，就变成三合院的形式。所以过去早期的庙真的是跟我们在住的那个民宅啊，这三合院真的很接近啊。那只是说差别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院门啊。过去啊，如果我们看三合院啊，这个同学大家都了解啊。三合院如果做成有院门的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嘛，一个是庙，要不然是什么样？偶尔有钱啊，有钱人有好多的做啊。这人家不绝对的，那种反正我老师他跟我说。啊，只要有内鬼人是当官的，后来我去巡山啊，去缅甸，看到有内鬼人，人家应该是当官的哈、啊。那或许他家里出过举人，他也会做内鬼人啊。所以咱这个也让同学了解一下啊。就说在台湾上来月，但是里面没什么功名啊，没什么这个，只是有钱而已，他或许就是仅仅的无极啊，不有内鬼啊。但如果他开始有内鬼人，但是他不是庙，或者是一些他说的。只举人啊，进士啊，他就会把他家列为这样子的情形啊。那当然，慢慢的就是怎么样？会前面的门在盖起来的时候，变成四合院型啊，其实跟这个过去传统型的庙啊，好、啊，像孔庙这样围起来的啊，这孔不是说孔庙在围的啊，还有什么庙围起来？你们同学们注意到，慢慢现在比较少像这样子的庙啊，可是台北就有了啊，台北哪一座？台北的龙山寺怎么样？万华龙山寺它就长这个样子啊，这不是只有孔庙才会长这个样子哦哈。那像这一段同学都很熟悉的，这个就是在哪里？在我们的四点孔庙，对不对？四点孔庙就会四点，它有很远的状况啊。它前面的三川殿还是维持一个过去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当然，这个庙我来看的话，是这个台北的万华龙山寺啊，它的这个庙，等下我们介绍这些的简单的形式去观察啊。那像这样子的庙，这个已经是比较晚期的啊。这个在清代大家最多看到这个庙，清代会有这个啊。但是这一座庙呢，其实清代为什么敢盖到放重檐呢？啊，那这个大家部分有一些争议的啊，就是说清代庙，刚刚我说过，它没有两层楼，没有重檐的，但好像找不到，大概就剩下，大概是这一座庙。这个你们也知道，四点五庙，听说它过去。有可能是当四成宫的宫厅啊，它旁边的那个它的四点大天后宫，听说就是那个听说本来就是哈、啊，考证起来就是苏轼啊，苏轼贵的这个文王啊，是文王吗？明镜王，苏轼贵的啊，明镜王苏轼贵的王府啊，所以有这样的情形。这四成宫当时那边办公或怎么样，所以以至于说后来在改变庙里说有几个到底比较突破的一个状况啊，那台湾当。那奇怪的都是金属怎么样边疆嘛，不可能盖的跟北京盖的跟这个中国许多的大城市的庙一样啊，所以大家格局都比较小一点啊。那后来像这样的庙啊，庙后来过去很开，刚开始是这样一座庙，后来慢慢的往旁边再增加，户口再一增加出来，像这样的庙，这在哪里？这个规模这样子的连最连起的庙在哪一栋？你现在还在啊？现在都是在今天的北港朝天宫啊，所以朝天宫啊就是这样子一直破的。不过后来它破的然后就怎样，连这个都盖高了，这个也盖高了，所以现在做庙，现在做古迹的整修嘛哈。它在民国49年把后殿盖高了，就是很多的可能列为古迹的庙，它偷偷会把自己的庙怎样盖高一点啊。所以这个东西要注意到，你这样看古迹，我刚老师跟我说过，现在的庙不是都一层楼嘛，可是为什么它古迹这两层楼它偷偷盖了啊？它偷偷盖了，在还没有列古迹之前，它都偷盖了。没办法啊，啊，现在我立古迹也会偷偷盖，抓起来啊，现在有文字把它保护成这样盖啊，就会被抓起来，真的啊，
角度再照一照，因为这个文殊法保护的庙呢，它不能跟动啊，它跟动一定要经过什么啊？经过学者喷枪，经过庙方，经过一大堆程序哦，没有人敢去动它。但如果现在这个程序你动了，啊，像天坛，它就是庙摆很多，它只是没有动整层，它就修了，就让它的那些董事会人，他就被送法办，后来我们那时候就和解了，我了解是这样子。好，那庙就看到主体建筑之后，它有一些附属建筑啊，叫一些戏台啊，那这戏台我就放手会看了、啊，但是一些像一些庙前方就会自动盖出戏台，用水泥盖的嘛，那这新工会前面就有一个啊，在哪里？亚牛对啊，开始包土，很多后来拆掉了啊，把这个新的空间给了解一下啊，那接下来这金炉啊。那金炉这种东西基本上要修金嘛，那金炉呢，就有一些传说哈，啊，就有一些说法啊。金炉就在左边，在龙边的啊，就是蓝庙，对不对？啊，虎边的呢，大概是金庙啊。过去有这样的说法啊，可是后来发现，有一次我去那个马洲那边仔细看，从虎边都有金炉，哪里？啊，这到底怎样？所以我们过去讲的说原神跟清净，或许有这样很多的老古庙看得到，可是呢？到了现在现代庙里面都会不足嘛，而且这个话跟你提一下，你要有老师讲东西可以，你去看庙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一样啊，加一点变通才可以的哈。那接下来呢，我提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钟鼓楼啊。这钟鼓楼一直是我在当时在研究庙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啊。我觉得钟鼓楼，据我的所有的研究里面，我在清代找不到钟鼓楼，清代所有的庙里找不到钟鼓楼啊。钟鼓楼是怎么出现的？日本人来了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过去的庙，刚好你看到很多的庙，两三方的庙，它没有钟鼓楼，它一直到了民国光绪之后，它才盖钟鼓楼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像这个钟鼓楼，在哪？看，它只是盖在庙的最前面哦，它盖在庙的后殿跟正殿当中啊，盖的钟鼓楼，这个是在这个入港的最后宫啊，入港最后宫算是神格很高，它也不敢把钟鼓楼盖在前面嘛。那光复后的庙，它慢慢的把钟鼓楼移到前面嘛，这个王女讲过嘛。就是说，钟鼓楼过去都没有人盖啊，它日本时代的高高的在正殿哦，是在三山殿哦，正殿在后面哦，高高的盖过起来啊，然后慢慢的到光复，然后移到哪里？移到前面来。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钟鼓楼在哪里？这是清代的，我都还在长高的这个北港朝天宫，那钟鼓楼没有，啊，我们注意到啊。那我们大家看一下，我刚说的日治时期盖的这个。蒙甲龙三世有没有钟鼓楼？有，但是它在哪里？在总殿这个地方，在正殿的左前方，两个钟鼓楼。那现在的钟鼓楼在哪里？现在钟鼓楼在三山殿的两边来，我们注意一下。好，现在一个庙两边要放一个钟鼓楼啊，让它对称啊，这个就让它排面也比较好看啊，比较大一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现代庙，它不要说了，那些附属设施越多了，那会带这种大牌哦，对。然后再用香客大楼啊，那这个在哪里？在哪里？马洲大楼啊，那就每个庙都有了，它有香客大楼，我们把它造出来的呀。那现代庙它的附属设施就越来越多啊，现代人跟过去的对庙的需求比较不一样啊，他们会给他们多一点。好，那现在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要庙要放大看嘛，我们来看一下庙的意念跟构成啊，意念。我们看一个庙怎么解说呢？好，我们去看。像这个紫禁城啊，这个紫禁城看的这个真的紫禁太尖了啊。然后呢，它的屋顶长什么样子？平平的，怎么样？屋顶比较陡，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这里有一个装饰的很少，你没看到什么什么三仙呐、啊，什么福禄寿都没有，它就是很干净的啊。北方式的啊，就是北式的庙。那么南方的庙呢？哎，这有趣，我拿随便拿个名字孔庙代表啊，现在说庙都是这样啊，这有曲线。上面呢有说双龙护塔、三仙怎么样？双龙抢珠哈，实际上背后典故了。双龙抢珠大概就是佛教嘛，护塔大概就是比较民间信仰的，我们注意一下哈。那三仙呢，他们有三仙，大概就是三仙大概是放在前面，放在三山顶上面哈。所以这个都有影响的。那么为什么南北方差这么多？而且这个东西，它乌波比较广，对不对？它扁嘛哈，我。它这个其实是南方下雨够了，很好用的，对不对？这个拿到北方去怎么样？下一阵雪怎么样？就垮了嘛。
如果每天长期长下来的话，雪越下越大，那雪的重量就把我们怎么样压垮掉了。所以北京紫禁城他们盖的这种北京的庙，北京的皇宫也好，或庙也好，它的湖泊都很陡，怎么样？雪一下下来就把它滑下去，让它在空中上停留啊。这个大概有这样子的做法。那它装饰的不能太多啊，下一场雪，要是让雪这样滑下去的话，装饰太多怎么样？会不会雪都滑掉了？怎么样啊？南方下的冷啊，没影响啊，对不对？那我屋顶要用曲线的，啊，那水呢就靠随着屋顶这样子滑下去的，不靠这个抛物线的啊，它把它抛出去也最好的哈、啊。屋里面最怕水，庙里面最怕水的，对不对？潮湿嘛，所以用抛物线把它抛出去。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南北寺庙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啊，这张系列的啊，这大系列的，那台湾大部分都是，当然就是像南方嘛，对不对？人防式的，可是呢，光复之后，我们台湾就开始盖北式的，我们不一样。最近啊，光复之前，他前面提到那个圣母庙就盖北式的，他只是关道的庙盖北式的啊？为什么？啊，因为到台湾来的国民政府是正统嘛，所以他觉得要盖一个北方的庙来台湾盖，代表这是中国文化的传承嘛。所以在光复之后，就冒出很多北式的庙。那他提到的一个地方是南边是北边，主要是因为跟它的气候风土，它会有不同的道路。而到了后来是怎么样？权威最大，我总统讲说在北市，不在北市，这个是琉璃瓦，很滑琉璃瓦，对不对？就是这些材料慢慢就到台湾的许多庙宇上面来了。那这个主要是因为政府本身当时在提倡，有那时候盖的养心院，好像要拆掉的东京街堂，养心院什么式的北市，什么地方？你看那个东京纪念堂本身也是北式的哦，那种三边式的，就它盖比较大而已嘛。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政府在做模样嘛，那民间觉得哎那个比较高贵，就学它啊，那学它就变成北式，就慢慢倒出来了。其实台湾根本不需要北式的建筑啊，台湾这种多余的地方就在刚刚说回到南式的庙里面有曲线，对不对？还有抛物线，那这个雨水管理已经最好了啊，就是对南方整个的气候风土所发展出来的形式。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哈、哦。那我们台湾这个过去历史发展方式比较是刚才说的我们的英明哈、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先民啊、哦，跟三四百年发展下筚路蓝缕的哈、哦，很辛苦。所以我们台湾的庙就会留下很多这种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的什么庙啊、哦。那比如说早期像那种印章的事情，这其实跟明章一样哈、哦。但这个其实跟里面拜的神代理都是比较怎么样，家里的神神庙，当然是家族的是怎么样的这个。宗祠啊，哈、哦，或是说一些地方的比较小的像土地公啊，小小的神，他们就会出来做什么样的啊、哦？那这个东西当然，你这个慢慢的当然就是说，比较有神格的，或是这个对我刚提到的，就它的聚落发展比较明显的，他们就会帮他做一点怎么样，在屋脊上做一些变化啊、哦。像这样的屋脊，就前面那个屋脊，你看，同样是一些这样子怎么样，是把它怎样，把屋脊用曲线的，对不对？裂纹做出来，然后中间再加两条嘛，可以起下去怎么样？然后上面做一些装饰啊，那就开始冒出所谓的三宽出来了啊。那所谓的三宽，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有三条宽流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入口嘛，叫三宽嘛啊。那当然，这把叫做这个叫做什么什么东港、边港啊，有这样的叫法嘛，有上一下上啊，有这样的叫法。那基本上就是台湾在清代的时候呢，最因为很多人比较高神格的庙，在这样子的这个入口当做它的这个建筑的一个意象啊。但是我现在只要看到有哪些庙啊，还是以这样的形式，它基本上都有列古迹的价值了啊。当然我不是说列古迹这样说就应该列古迹一样啊，但是说它基本上还是维持着一个清代以来的一个传统模式啊。啊，像这个啊，这在哪里？这个在长安市的这个城隍庙啊，现在还具有二十古迹保留下来。而且你看，它的钟鼓楼，你看很清楚的跟我们说，清代的庙就是没有钟鼓楼，所以钟鼓楼是很理想的，对不对？啊，它就很传统的三宽殿啊，配个过水门啊，然后配两个什么护龙啊，就这样很简单。这地方啊，它其实它古迹修复的时候，把它复原成这个石灰的墙啊。现在还有这样石灰在抹茶布嘛啊？那、啊、这个是，大家配合你看我说，我修古迹修到这就有一点这个后悔，实际上就是我当时的设计师剔除掉太多啊，就是日本人那时候留下来的东西跟光复后留下来的东西，他把它吸干净，然后换成石灰，他把
性房也是干净的换成这个瓷二砖，这是我比较后悔的地方啊，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后悔。但是办了几天之后发现他为什么把它清除掉啊，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在国外发表，正在谈修复古迹为什么把它复原成，为什么把它变成瓷的一样子啊。我句话就是你外国人的说法好了啊，但看他的这个单砖界啊，大概就是有这样的状况啊。这个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啊。你看单砖界是我刚说的这个单砖一三会摆了嘛，就是无所难求啊。然后呢，这个可以上呢，大概就是这个叫抬头，对不对？抬头呢就会导致这个装置的，有些是这个什么，像瓷器工呢就会放个什么，就是说加官进爵，对不对？啊，那像有些庙，它就会把一些这个武将的雕像啊，像比方说像讲的就是，因为这个每个庙的主题都不一样嘛，所以这个如果要聊庙，叫我来讲这些主题，还要花好多的时间把每个庙的画教出来，这些这样的东西，每次都去庙里面做观察，那可以试试看它的主题，那是很清楚的。好，所以比方说下官进爵，下官进爵是捧着捧着爵嘛，捧着帽子嘛，就是官嘛，啊，就是像这样子的东西哈。那你看我刚提到的这个，我刚说的明代可能因为说半宫的地方哈，它的入口的上砖殿啊，摆地上都不一样，后来没有厚厚的香膏，这个从北方形象啊。这其实在上一次的课程，当然跟另外一群同学讲过，这是很丰富的啊。那后来呢，就在日本来的时候，台湾的庙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同学注意到，你看跟这样一个上砖殿的不一样，它把它的屋檐怎样，本来是一角的切开了。啊，切开往上抬啊，但这个屋顶的高清的层次变化啊，这个叫做贯拱，怎么样？贯拱分进口，把这个线，所谓进口就是在这入口地方把它增高，怎么样？或是增安，这样像一个安，把它增高，就这个叫法是这样子啊。那我想这个是日本人来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尤其日本在台湾大概二十年之后，在大正年间，台湾比较有钱的啊，那时候还有个跳舞时代，对不对？有钱的商人，他赚到钱了，他就去捐那个庙啊，他捐那个庙，那个庙就会找那个中国，在中国，在福建啊，很有名的匠子过来干啊，那个匠子人都会把他包成我这样别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出口一个门角的龙山寺啊，很明显的就是把怎样中间这一段怎样也断开来了啊，那这个这里面的我去搬他的这个怎样日本时期的这个。概念的战术孤显龙，孤显龙是鹿港人嘛，对不对？可是他在台北做生意，在台北商会，甚至帮日本人进城啊，帮忙一点的事情啊。日本人现在的历史没人知道了啊，那他是在台北捐了很多的庙啊，他的钱就可以来捐，里面的董事有他啊。你看这样子的庙，那你要去把它断开，他说这个匠子也比较敢做啊，也不怕被骂啊，反正我不清朝统治，皇帝也不会下旨来杀我嘛，对不对？我现在是日本进口啊，日本人这么关你去盖什么庙，这个日本人对这个台湾的庙里面都倒霉啊，再把它拆掉了，对不对？所以他都大胆的把它盖得很华丽，切开拉高啊，这个由于这些这个东西是来自于这个他前面提到的哪里，在我们这个请的匠师还是我们这个哪里呢？我们这个日本谁知道王义顺啊，是我们听说是这个安西的西体匠派怎么样？安西，福建安西啊，那个西皮匠派，他们那群的门派，他们送的送的，他们这个东西的，留在中间啊，也刚刚给同学看过一次了啊。那另外有一群匠师是在福建啊，而绕到这个他这个匠师啊，绕到这个越南啊，再绕回台湾来啊，这个是日本的时候台湾的学生把这个门派，他的做法呢不一样，他不断开的，他看这个上面怎样，再加一点小的。啊，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四垂顶在上面一样，啊，但这个其他的这个像小小的四垂顶啊，这个是细垂的中，波波有四个波面，啊，叫细垂啊，四垂啊，但是它又不是真的四垂，就是把它假四垂啊，就是假四垂这样。它上面好像带着放的四垂顶，可是又不是真的四垂。那四垂的话，基本上台湾的四垂的哪几种？切山珠四垂，是福建就是四垂，是啊，福建城就是四垂啊。你已经知道两波之外旁边再加两波它是四垂顶，过去在中国大陆只有皇帝才能盖四垂顶，一般民众你要盖四垂顶
花钱打个代价啊，就订阅，就觉得订阅就是你的格调还没那么高啊，你甚至连县太爷都不能入住这一地方，那么这个都过去了将近很久了。可是呢，到了清代，到了日本人来了之后呢，这个就解禁了啊，这是解禁，日本人就不理这个啊，他们都带了住水，你又怎么样，对不对？啊，就把庙呢偷偷的拉高一点，像这个庙看起来怎么样？效果啊，就好看一点哦。一样是城隍庙，它就改掉了。你看，我刚说台南的城隍庙还是当商店，对不对？日本在这里搭一些城隍庙，哎，盖起来啊。所以日本他当民国25年盖的，就是他的地震倒塌了之后呢，在日本在盖的这个庙啊，偷偷的拉高了啊，就是这样子啊。那最早盖的是靠前提到的那个另外一个什么？保安宫啊，保安宫也是这样子来盖的啊。啊，对，对不起，最早盖的是哪里？最早盖甲的是哪一个？我不知道。对，好啊，对了，是福州王在加分的啊。最早盖是成立，非常保安宫，这个保安宫是成前身的成立是两代的啊，没有错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庙呢？虎庙啊，这当然不用说了，它在织女就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的样貌，现在的形貌跟它是长得一模一样，没有问题啊，所以它当然也是可以啊。那这个大明后宫呢？也偷偷的长高了啊！那同学说没有啊，那大明宫不是长得长这个样子吗？那我们来看它是自己的样子啊！啊，不见了！啊，这个是不一样嘛啊！大明宫你来看，大明宫之前长得跟它一样啊，那在民国60年的时候偷偷的自己也长高了啊！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它后来也是这个模样，在民国73年、71年、60年，不是呢？民国60年偷偷的改掉了啊！那也没办法啊，就改了就改了嘛啊！他改的还至少还是一个日本人时候的一个大家在对讲的啊，自己的问题啊，这个也是这样做。那这个大家比较的，感觉大吉比较旁边的啊，就是那个刚盖好的，你们认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麻豆的代言人啊，为什么现在你们认不出来？麻豆先生，你现在前头是搭什么？搭起虫子啊？过你们从来没看过他真的长什么样子啊？但他长的样子就是光复后民国50年盖好的这个麻豆代言人，你看。自锤的啊，把自锤给弄出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把钟鼓楼移到哪里来呢？移到门口来的啊。我想这个大家李同学知道，钟鼓楼移到门口不是清代就有的啊，它是光复后才慢慢冒出来的。那这样感觉自锤顶啊，这就是自锤啊。那自锤有时候是歇杆，那我这边好像我落放了一个线啊，我们再去找一下啊。这是有四个坡的，那这个大家就是说跟。歇杆的部分呢是第二等的，第一等是古殿啊，刚刚看到的古殿就是那这个部分呢，当时这个这样子的庙呢，基本上都会比较神格更高的啊。过去在中国里面，它是圣母，就是殿堂的皇帝的皇帝在住的，能够带到这么大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上，好、啊、像这个我刚刚前面刚才讲过了，这个就是重檐啊，两个屋檐重檐又四垂的啊，这是重檐歇杆的，这个在哪里？这个是驻港的天后宫啊，就是旧古庙啊，不是新古宫，旧古宫啊。啊，你们都早晚都到那边去了啊，所以就看看就好了啊。当然还有一些船间呐啊，就是说类似把也是自锤，可是它屋顶呢是只有一条啊。那另外从学术上，有些人称呼的方式有时候，这个对于传统建筑的称呼是八八旧啊，像是不同像称呼的不一样啊。有些人说我叫天山顶，有的叫自锤顶。四垂顶，有些叫什么九脊殿啊？为什么九脊？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刚好九个屋脊啊。那屋脊有不同的称法啊，这个叫什么屋脊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正脊，对不对？那这一条大家就叫做什么？垂脊，垂下去的嘛。那这条叫什么？创，创屋脊。我们写叫创脊，创就是一个参，怎么样？再一个歌啊。啊，对对对，这个创。不过这个一般民俗老师早晚到这样子的庙呢，我是这样庙是多了啊，放子那一次啊，放子是竹林的啊，这个放啊，那它啊，你看啊，正脊一条，垂脊四条，放子四条，代表那是什么？九个大字，这个嘛叫九脊殿啊，九脊殿啊，那它这个部分它也是九脊的，可是它怎么样？它不是九脊，它应该是三脊，可是庙的话叫十三脊，因为它只是。这个殿的一个怎么样做双重屋檐而已，双重的屋檐就好了。那双重屋檐呢，它就叫做重檐，重檐啊，是吧？重檐，重檐歇杆就可以了。放什么？那个问题。
我说话了，我太啰嗦了。好，我们接着快一点啊。西部名称啊，那我们这个刚才也叫了啊，有没有？那你就说叫排头啊、垂体啊、正体啊，那是比较厚，都叫西肢体啊。所以西肢体就是正体的勾错了，然后在上面放五报四象啊，放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物故事啊，上面放一些单签啊等等啊。那这个墙壁上有，同学都注意一下啊。那另外我们看屋顶的时候，要注意到他们的怎么样，他们的漏水啊，比如说漏水啦、积水啦啊，比如说他这个屋顶墙壁基本上是有孔瓦。跟什么翻瓦，那甚至呢，在最下方这边呢，会有一些什么积水的作用啊。那这个同学在墙壁上都有，但是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啊，在这个积水跟这个瓦翻啊，这个是北方的叫北方的称呼，我们南方的叫什么？沟头积水啊，沟头就是沟头的啊，大家注意好，沟头积水啊。那有些人叫什么？能够代表，因为台语有些叫法叫什么？水珠型的，有没有听过？肯定上有啊，有没有？啊，为什么下雨的时候会怎样？是淤积的，怎么样？就像个帘幕一样啊，一个珠子，水珠啊，留下来的水的啊，这样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有几个特殊的形式啊，像有些东西，像料很少啊，基本上是由这个和穿豆腐、穿口子都有这样叫法，把墙壁的两边盖起来，用布子盖起来，然后再用一些穿。传统习惯，那这样子的空间基本上里面住宅户会很多，所以空间来说不是很好用啊。另外一种就是，一般是民宅最多了啊。我在这个磁场有找到一些像这个白手的那个什么整治中心，它就是叫传统式的啊，就是这样的空间基本上是它的墙面是一根根的柱子啊去穿起来的。那在中国大陆跟台湾比较高级的庙都是叫所谓的台梁啊。两个柱子抬个梁，一个小柱子抬个梁，然后把它，所以里面的空间就怎么样，比较大一点啊。那这个抬梁的方式呢，有时候叫做三通五光啊，就是所有通就是这个方向的通啊，从这个外面进来的通进来，对不对？就是要通，那就叫什么？怎样怎么样？就是横向向，怎样就是所谓的顶，怎么样？顶啊，不是说顶啊，是这样的。那他比如说他们会在方条方条边的，就是什么？顶啊，顶啊，这个然后刮柱怎么样？对，所谓的三通五光就是三个通怎么样？然后放五个刮啊，柱子抬一个梁啊，这两个小柱子再抬一个梁上来，这两个小柱子抬一个梁上来，然后慢慢把屋顶怎么样垫高起来啊？然后从底下的空间都变得比较大啊。台湾现在台湾不是我们台南县许多的庙、古迹、老庙啊，都是三通五光为主的啊。这样的领知道一个可以的啊，就同样的三通五光的。啊，都有，这其实是过去在做庙宇的一个最基本的哈。现在构造材料里面，这个部分呢，我们过去这个同学墙壁都有啊，梁柱啦、屋顶啊、屋顶啊，这个东西就很快的看一下啊。那在垂直构材上，底下的柱子是整条柱嘛，对不对？龙柱、铁扶柱、花梁柱，对吧？龙柱大概是三庙最常见的啦，啊，铁扶柱有吗？高铁。柱子上面刻的是龙是蝙蝠，我看过。啊，你可以到台南市的那个哪里呢？台西然后东西看啊，它也是蝙蝠。那有些是花鸟柱啊，他们放的其实都是花鸟啊，这个可能是在观音殿或者什么山上啊。那接下来柱珠啊，就是陪道的柱珠啊，瓜头啊、蝶斗啊、吊头，对对对，好，那这个我们看这个看从前面来看就是注意到的啊，这个瓜头，对不对？啊，叫什么？那我们就看方面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讲一下吧，啊，像这个是那个同学知道的啊，那种葵花吊桶，对不对？然后过去可能是根柱子，后来发现不需要了，啊，截掉，这个就稍微磕一下，啊，让它再来一次紫花。这个就是像这个叫做柱头桶，不会叫平桶，啊，那底下这个叫圆桶，下面就是一个看板嘛，就是紫花，啊，就是这样子，啊，同学知道哦，只要是跟我们一看就一样，跟我们随机像就是桶。我们的形象就是怎么样？哎呀，就是顶啊，就顶啊，这样子的东西啊。那这边有时候会在暗处啊，那这个东西要让，这边包括坐在电板里的啊，让你在看上来的最基本的图形，基本上是做装饰的啊，让它看起来那个屋顶不要那么奇怪啊。那有些觉得屋顶太奇怪了，它会盖什么呢？除了盖暗处之外，它会盖什么？它会盖藻井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藻井啊。啊，就是像。过去呢，可能上面是怎么样？是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三通五光，它现在比较给你看的啊。那它就会盖什么？它就会在上面做一个很层层铺开的刀子，这个是第一级之后
湾产出线的房子。那在北市庙里面，北市的工地里面它是做导体，它是平行天花啊。如果两个工地如果对北市的工地比较有做的话，你应该知道啊。那最常见还有什么叫斗拱啊？这个是斗吗？这个是斗。斗对，怎么分辨呢？长得像斗的嘛，量米的啦，或量东西的，像个斗的。那拱呢，大家就是把它拱上去嘛，哈，那最容易了解的哈，就叫斗啊。所以两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斗拱呢，看到斗加拱，斗加拱，斗加拱，现在怎样？慢慢的在屋檐底下，慢慢的铺条出去，就把屋脊呢，屋脊下来的这个坡度呢，把它承接住啊。就柱子之的外面的这个斗拱伸出去。就可以把屋顶升下来，垂下来，那水就不会泼到里面。古时候人真的很怕水啊，就怕火还怕水，那水会把怎样？就把柱子弄湿，柱子弄湿了就会发霉，就会长虫啊。我想这个大家弄清楚放一下啊。啊，这斗拱是很多的变化啊。而且我刚才看那个单子，不是单人单子的组合啊，这组合就非常多样的啊。好，那我想这个后面的部分呢，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啊，要五路来放大看的部分呢。我们大概两种东西讲一下啊，我想这个我就没有，我刚刚好像发掉了，因为我想里面还有一些照片啊，不过我不晓得你们还没有放啊。就说我们来看几样东西，我去看一个庙，你可以看几样东西啊，就是说看它的，看它里面像我用的石碑，看它的匾额，有没有？看它的神案，看它的香炉，看它的那些钟鼓，有没有？我说钟鼓是钟鼓楼，在正殿里面会放钟跟鼓哦。哦，钟鼓楼就有时候不放钟跟鼓哦，看地上啊。那看这个干什么？我说为什么写看庙宇历史沿革跟发展的证据？就说你看哦，石碑绝对会跟你讲说，我们庙什么时候盖的，什么时候怎样改建的啊，历史在这边啊，对不对？那石碑一定要看的知道这个庙什么时候盖的。所以我们台南市有个老师叫做北路老师，有没有？他看这张老师就是把台南市台南县做了庙的碑都做下来。哇，他的研究成就一大堆，后来就顺利升到副教授退休了啊！不要笑他，不要跑了，不过他是好朋友了啊。那另外就是像这个匾额啊，匾额有时候他们会说啊，什么时候嘉靖年间那个什么设了个匾，就这个知道这个庙过去曾经在什么时代啊，讲过什么故事啊。那现在就是神案，有些这个大型的这个桌子旁边这一角，它写什么光绪几年啊，它会有什么？什么的家当给九弟啊，他也会有放进去，然后放上面写个年代，这都是证据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说什么时候摆进来的啊。那像这个香炉啊、古钟鼓等等啊，钟鼓的上面也会写啊，钟跟鼓上面也会写，香炉也都会写啊啊。我反正都道光三年的啊，什么这样子的香炉，这是看他的证据啊。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种装饰的新闻等，我们突然就跳到证据啊。那装饰的衣服，我再带同学来看几样东西啊！哈，我们之间还有多少？你就看超一点嘛，哈。像这些浮雕啊，当然最多的有浮雕啊，这个凤雕啊，这个浮雕还有圆雕，就全身都把它雕满了，就是圆雕嘛，对不对？啊，透就是把它可以穿透的嘛，啊，透雕啊。这个同学大概去看什么庙，它这个都是很多组合啊。我们去看石狮，它是种圆雕啊。那石狮子我们就不要再多说了哈。石狮子到了今天呢？过去都是母狮子单口，公狮子不单口，对不对？哇，公狮子单口，母狮子不单口，现在其实都单口了哈。现在很多的庙的这个石狮子都中国大陆直接打过来的，他都给你开口了，把开口下来嘛。那有时候还母狮子会玩彩球，有时候会玩小狮子，反正双头狮子啊。那还有没有？我们看木雕哈，木雕在这个地方，在垂直构件跟水平构件这些东西叫什么？叫雀具啊，拉远就叫托木啊，托木板东。怕小看啊，怕小买可以啊。啊，这个我想，这个大家都透标的，跟浮雕差不多了啊。像那个有坐，像我刚刚那个斗拱是让它量，上面会放一个坐斗，坐斗之后把它雕成像啊、狮啊，或者像坐狮的货。而且它过去是个坐斗，也是个斗，如果变化一点，放像，像在那个普贤菩萨啊，怎么样？啊，狮子呢，当然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个佛教方面的啊。那当然，这个拱环也会放到跑出来的啊，拱环很有感啊，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故事呢，大家就同学大家也都知道了，都看过去的哈。那彩绘也是很多的变化啊，那过去同学都要去看个庙，现在还可以彩绘去看啊。有些彩绘它就放在哪里？放在墙壁上。那墙壁本身是石灰，它就放在石灰上啊，这是一种叫做壁画。
，对不对？那么这彩绘就挂在栋梁上面，因为就是挂在这个木头的梁柱上面。那为什么在上面画梁柱上面画彩绘？当然就是一个装饰的图形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彩绘可能给保护那个木头，那木头过去都用杉木嘛，杉木最烂的地方就是心最硬的啊，它皮最软啊，很容易烂掉。但是用皮麻的锅灰把它弄起来之后呢，再把它做成样单彩，对不对？它如果很小呢，我就多一些这个比较有变化的故事上去，三国演义故事等等哈。姜子陶啊，来，这个就是姜子陶，就是说。啊，这是真心宫了嘛，对不对？它其实像小时候这一尊而已啊，这就算是国宝了哈。可是这个这一尊跟这些目前都还是保留了帝王当时的这样的形象哈。姜子陶啊，那跟这个帝王这个作品呢，在台湾县留下来的作品呢，嘉义还多哈。所以今天我刚刚在车上听到这个广播说，嘉义这个谁啊？徐芳锦是对，还有另外一个啊，叫什么？他也开了一个，最近开了一个叫什么的东西啊？那正好都是我讲的东西，大概是从台南县的宝贝了哈。我说台南县的留下来都是好，嘉义是很多，你就可以知道嘉义市自己本来有一馆叫做嘉义陶馆，后来就老板偷偷的拆下来了，变成嘉义市博物馆啊。因为台南县的嘉义陶比它还多哈。那我接下来我们其他这种东西，过去我比较不会说是泥塑啊，甚至像我们淡化现在说的泥塑，过去这个东西在统一修复的时候要打掉的嘛。我们在那边哭哭啼啼的说，拜托把它保留下来了。这个帮他做这个泥塑的人呢，是这个彰化的江青路匠子啊，现在也过世了，江青路啊，把贵姓起来啊。他本身会写名，他写名之外呢，他会泥塑，就把利用灰浆凝浆啊，去把人塑出来啊。然后可能他为了保护他嘛，这上面就加一层水泥啊，他是加水泥。过去可能是用石灰不容易保存，所以它就放成水泥啊。啊，这个细部造的很好，它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它刚好是有四个图形嘛，对不对？叫做四大图案啊。我都不，应该你们不会嘲笑我的啦哈，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办的案子啊。好，先灰啊，先两啊，那这个觉得这个是我们台南县另外的宝贝了哈。所以清代大概就是赵氏时期有一个叫做什么人？核心宝贝啊，构成啊，那后来就传给这个王十八要传给王宝仪，王宝仪现在在哪里我知道，我不要去吵他啊，他年纪比较大了哈。这个他后来修的这些作品，因为发现，所以在那会写到这样子，基本上已经是所谓的出神入化了。现在像是没有也会写这样子了，我不要辜负别人啊，但是你会知道，他也是用石灰去堆出来的啊。用手去掉掉掉，它堆出来了嘛。然后那个石灰就是要拿石灰嘛，对不对？它尖加竖直嘛，石灰非常硬，然后再加些麻了或什么，让它非常的黏，非常的硬啊。那干了就是非常硬的啊，黏的时候就把它堆的这个表情啊。那堆了之后呢，身体啊再用粉架啊把石灰给糊好。那糊好呢，身体呢再用一些。就是很有环保概念哦，就是跟民众啊，要一些破碗啊什么的，然后就把它的衣服怎么样，剪成它的这个上衣啊，衣服就这样一个剪出来之后呢，上面怎样，再给它用这个金笔去勾边啊，去涂在上勾勾了一个线条啊，所以这个都非常的细啊。我是这个照片就放这么大，其实它东西没这么大啊。最可贵的就是像这种东西，有没有扇子啊？扇子上面会有一只一只的，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古时候你把它叫做金凤子啊？为什么叫金凤子？因为不是金凤子啊。然后像直接跟我说，就是这一只夹，我都要剪一个，最好一些人剪三只而已啊。我就说那个破碗啊，他就把它剁开，然后在里面慢慢的去剪。剪到一条站脚出来，是用浅堆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是金凤子啊，还是说，所以这些站脚啊，都是用浅堆出来的啊，这个是很耗时耗力啊。因为制作东西，那当然就是说，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现在同学未来都可能当导览人员啊。当然，现在古时候的人都也不忘他勉励现在的样子啦，现在样子都太求快了嘛，像他一个身体的转折面，他一个几块东西，现在样子一块就把它丢完。当然没有那个层次感了、啊，那当然这个很平淡无奇嘛，当然这个无趣
器啊。过去的古人是一块接两块接，然后大小串有层次感的那种立体感。但是我们原来是要在手印上堆叠的方式，现在来堆起来了，现在从另外一方面。这个还是古时候的啊，最后最上的时候他说啊，说他的行啊，那个我们先用那种卡通玩具一样啊，如果我们啊，古时候人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经常包括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经常就看得到啊，这次的经常看到后面小师傅去修了就觉得好像像一般这个分离比较高兴起来啊，这个不是古籍的时候修的，这个是在古籍里面随便找人来修的，就是从这样子的啊。另外同学注意一下这种反射值吧，这个在这次也是这两天我去看那个刚修好的这个大动量请给他找看看比较暗了，那就是马赛克啊，然后里面呢用白色的瓷砖，这白色瓷砖都是从日本进口的马利卡瓷砖啊，而马利卡是常用比较好的瓷画的技术，送过来给我们彩绘匠师呢，一块一块的画好之后呢，再拿来清洗，所以这样的东西不小心就被古籍修复给剔除掉，你会变成终身啊，你把剔除掉换成石灰啊，这当然是不能看，而且就会很笨啊。啊，我这边放的图就只是漏掉了，我本来要给大家看西南宫的怎么样？西南宫还有啊，然后就刚刚有彩色玻璃嘛，彩色瓷砖嘛，那个是洗瓷纸嘛，这也是日本人买的才洗的。我们清代不会洗的，清代都是石灰而已嘛，这主要是因为水泥进来的。那水泥进来呢，就会日本人教我们台湾，台湾不会抢石头嘛，只是要让这个房子看起来像一个石头盖的，就用洗瓷纸这一块，其实里面是怎么盖的？里面可能是泥土啊，可能是砖块啊，那表面的时候它像一块一块的上去啊，那这个给同学看一下啊。好，这个师傅啊，所以他这个是其实后来是黄宝跟他爸爸的作品，其实是核心的后代他做的。核心是简单让他师傅在瓷砖的时候就会用复印的方式把这个泥做上去，然后再用洗瓷纸把它做成形状出来。因为大小一斤不一样的石头可以这样做，东西能有大的变化，消除成龙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出现的哈。另外最可惜是很多古籍这个都会被踢掉啊，你看这边的。当时弄掉，弄运的哈，他叫做弄斗，就是当时弄啊，没关系，弄斗再加弄运，它上面都有龙有玉的哈。啊，你看这样的几只，它不同色彩的石头去做纹饰啊，这样子的这么摸上去哈，再把它磨的变成平整，一点裂缝都没有啊。这样子是石器跟战国石所最常用的。我记得我们在我的小时候，民国70年，就是80年的时候。像现在还在磨石子呢，看起来你看它，现在新的房子有在磨石子没有？再过50年之后，没有人会磨石子了哈，为什么不能磨？以后磨石子会怎样？泥浆嘛，泥浆旁边的房子早就把你骂死了，就是要磨的追求啊，这种里面那个贵子发丹，那今天超稳的，当然今天不可能消掉它了，如果大了。那我们其他部分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了、啊，我这个包括像圆光的这个雕塑啊，还有石柱啊。那最多的像石头啊，石头都有上雕塑的，这个叫上到西南宫啊。那有一些是什么？啊，这它是它是说一些装饰的东西，我是有点放了一点料啊。然后像这个就是什么柱珠啊，青铜的柱珠，对不对？啊，像这个都还可以看得到啊。水车主啊，像这个是西南宫的水车主，它是用。啊，说他的江青路在这边啊，当然是做铁人出身的啊。虽然他没有像何金龙那么的啊，这个，可惜他的剪法，那他这里面一块一块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碗片啊，花坡也好，像画一样啊。这几年许多的这个剪影已经怎么样？已经在请工厂定做好了啊。你说他了，我们这些帮你定做好啊，拿来就直接插了，根本不用剪，现在叫你就好了啊。所以这个价值就当然降低很多了啊！过去真的是把这种人家不要的那种碎片啊什么拿来进行，这真的是那种环保价值啊，也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啊！啊，这个是前人这个水车主啊，水车主就是在丙主的上方啊，就是水车，它也一直延伸啊，就叫水车啊，水车主跟延伸起来，这个在讲义里面也容易看到啊。我说后来是上到地方去了。这个后面还有几个东西啊，比如我们去看进去空间跟排位，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去注意，其实这个地方是导览的越南界都能讲的，比如它到底是泥做的神像还是雕刻的神像，对不对？但是
红面啊，这些面的神像。然后来证明我们这个大庙宫的神像，大家都是这些面啊，对不对？他说是火化的啊，他就这个大家就直接帮他修一修啊，把他表面那一层的这个油污呢洗掉之后呢，发现他是红面的，大面啊，所以几百年来都是他黑面的啊。嗯，他怎么洗完之后，发现他一百年前，人家干掉的时候他是红面的啊。那另外像有些是软身的，这里面知道我就带过去就好。这个同学讲说真的吗？普通地方，对，但是因为是一座嘛，一座决定的，他就是，他没有翻过嘛，所以都会翻不过。这也是要问庙方人员才知道他是软身或是硬身的真相啊。好，这个是红面的，不过修复过后了啊。我觉得艺术家很到了，而且我这边先发一下，然后现在都。这个空间跟我那个空间相似，祭祀空间里面的注意到啊，你这神不是在隔着神房嘛哈、啊？那神房后面讲是隔着神明房，对不对？神明房会做个隔间啊，会有牌楼去拿隔间，然后隔间呢，他拜拜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这边看嘛啊，拜的他都会有个隔间，就是会有一个帘口，牌楼面那个牌楼面啊，在底下呢做个花罩啊，这个花罩拿罩子下，然后呢区隔前后啊，主祀可能放到后面啊，那。这些陪侍的啊，或是这个其他说这个有需要分享的，都放在前面拿，会有专门分嘛？啊、哦，那台基呢，一般也会垫高，对不对？还有祭品，所以祭祀东西跟祭品是有关系哈、啊，就是说在庙在正殿的前方哈、啊，你会发现它有四支祭品啊，这个叫祭品金柱、祭香金柱。那今天您那个用心图出来，它是给你拜的空间，你去拜它的空间。那神呢会在祭品金柱的后方，会带着神明法。啊，所以这些同学知道了这个神明法是这样来的，所以光是看这些空间呢，就可以看了啊，就是说，神明法啊，还有面啊、花罩啊，哈，然后它还有这方面的因素啊，这个可以去观察一下啊。好，那我想大家可能就是说，大家档案大小可能没有区别因素，所以不过东西已经讲太多了啊。那我想今天就介绍到这边了啊。当然就是说，如果同学，那这个我只是大家刚好把一个庙啊信仰啊拉到祭祀的。器物兵啊，哈，后层的兵，屋顶啊，器物兵啊，各方面的状况啊。那么，如果未来对庙宇还是很多的兴趣，你干脆把这些作业记录下来啊。那可以跟我联络，我这边要给我都可以啊。那这个联络方式可以用这边的，办公室都有办啊。我们真的很谢谢张老师哦，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啊，虽然他用那个短短哦，不到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在我们都有这个中国古建筑的一个世界里面哦，但可是虽然我想他资料很多啦，很丰富，但我们时间真的给他不多，所以大家应该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不过没关系，因为我明天还有一个那个现场的踏台，但是我们会实地去走访哦，然后让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东西呢，对给你们一个对象。那我们真的，哎，张老师明天加盟会和我们。看嘛，对不对？对，所以呢，大家虽然没关系，先不要觉得遗憾。那如果你们心中还有问题的话，明天呢还有时间可以请教张老师。好、哦，那我们就先用餐吧。我想大家可能现在已经非常的饿了。好、哦，那我们呢都没有准备，那我们开始吧。谢谢。